爱美打肉毒，修脸，小心多打一针换张脸，不是朋友认不得你，而是护照换不得。有点像逼问是一定说你一定有整鼻，一直坚持问我说我鼻子是不是有做过，他说我鼻子旧护照看起来很塌，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那么挺？我目前做过双眼皮，脸的话有打过肉毒，但是我只做过这2项，其他我都没做过。想到就有气，只是打个针被说是整形，前后比一比，鼻子嘴巴看起来根本没有变，唯一不同的是脸型确实明显小一圈。 可以看得出来是同一个啊，就只是脸就是这边比较瘦，然后这边比较胖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用主观意识去判断吧。其实应该看得出来，应该也不至于要诊断这样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同一个人，偏偏只有领务局承办员看不出来，连整形医师都说简直是台湾奇谈。这是第一次遇到说办护照办不过，以前比较常遇到的是打完微整形之后自动通关过不了。针对容貌的这个差异的大小，这个当然是。 基本上是很主观，还是希望民众能够申办新的身份证件，办妥之后再来提出申请。修脸前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，得靠主观认定，没有明确标准。要省麻烦，最好得先换身份证，验明正身，省得护照没换成，还受一顿气。记者李梦昌、郭尚君台北报道。